Hello，大家好，又煲这种非常小小的花素哈。现在顾客都是喜欢这种小花素。它是三朵玫瑰，三朵玫瑰配满天星小花束。现在就闻着花香，闻着花香了哈。这个一会儿来取来，它是美团的，它放这个盒里头。对，就是这儿一提，一提就走了。刚才来店里头一个小伙子，他就是其实花盆和花托的，配好的也非常漂亮，就跟我们，一个漂亮的女人，你穿好看的衣服，一裤子是怎么样相配是一样的。刚才一个小男孩来了，他配的那个花盆和花托配的特别好看，我把他视频录下来了，放在这个视频后边，大家欣赏。花盆有时候在居家来说也很重要，它跟花托的那个配，我的花托进的也多，我的花盆进的颜色，都属于那种灰色的啦，高大上颜色的啦，很多，你看那孩子是怎么配的啊？这个也非常漂亮，现在这种淡雅的小花束是越来越受欢迎啊。这个，这个灰色吗？这个特别好看，还有一个灰啊。我告诉你，还有一个回特别好看，在哪儿去了？啊，这儿呢，来，你看，这个回，我也是配好的，我觉得那俩色配好看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俩色配的也不错。太大了。啊？大呀。那个是盆是，35，那个底下那是12。这才40多，你看这俩配多好啊！你看你配这个多好啊，这个黑边儿，你看这个黑边儿和这个黑托呼应。完了，你要配灰的也行。哎，你把这灰的搁上那啥，孩子，我看看，我看哪个效果好。而且他俩都配，这个灰的配灰的，是不是？就那个，就你脚踢的小的，我特别喜欢那个，
那套就你们年轻人就能够特别喜欢这种高大上的这个颜色灰色哈。材质不一样。哦，材质不一样，啊，就你就是这高的是最新样子，就这个小灰的吧是那个普通样子，但是它的色儿非常好看，嗯，你要哪个了，姑娘？你要哪个玫瑰？拿了。啊，拿吧，嗯，自己挑吧，嗯，完了别碰折了啊，轻点拿，嗯。啊，你俩呀，我还没看清是你俩谁呢。哎，你俩七夕蛋糕做的好吗？卖的好吗？还行。是吧？嗯。这种塑料盒有。嗯呢。啊？没有，没有黑的，塑料哪有黑的？嗯。对，哎，你们年轻人特能接受这个灰色，是吧，孩子哈？这灰色确实是好看哈，高大上。一个多少钱？看看。啊，行，我看一眼。哪个？你拿那个，哎，对，这配的也不错。哎，挺会配的。哎，你家有孩子吗？有啊。多大呀？18个月。那他非给你扒倒了。哦，容易倒哈。是啊，因为他细高。你看这种蹲式的，这个他扒不倒。你应该注意问这个问题啊。那个配的确实好，就那细高，那配的多好啊。咱家有孩子，咱更应该避免。如果要是没孩子，咱大人有时候路过啥的，也容易碰，也容易碰倒。嗯，你别说你这个，要家里边就是老人哈，就像你说家里边就都是老人，不咋太碰的。哎，这个真不错呀。要说你们年轻人的眼光真不一样。真不错的风格哈。哎，哎，这老年人们就不行的，谁孩子哈？嗯嗯，你看你这。一般的年轻人没干，这个叫你配的真不错，我这个就搁这呗，这家里边没有孩子的完全可以哈，因为你家有孩子，我真不敢让你买。我有个空调开关，然后我怕他孩子摸那玩意儿，我想拿一个东西养个花给他挡住。啊，它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。那你就那啥呗，那你看你其实这个搁上土挺沉的，它也搬不动哈。这个呢？哎，这也行，这45的这套我配的也可以哈。嗯，这你看我这套配的是不是也行？也行，这套也可以哈。对，这个托盘应该多点颜色。哎，这仨颜色就够就行了，它就三个颜色，人厂家就出仨颜色。嗯，说这也不错哈。嗯，你看吧，这你家孩子搬不动，这要黑的哈。好啊。你说你家提脚线和门都是黑的。对。哎，你家门是黑的。是哑光黑呀还是纯黑呀？纯黑呀。哎，这确实是跟你家挺配套哈。嗯，这孩子挺会选的，但是我觉得他俩是浑然一体，我觉得好看。对，能更好一点。嗯，你看是不是啊？就是刚才我配那个，我家这地今天我没擦出来，太脏了。行，拿这个。嗯，拿哪个？拿这个哈，按我那个选的。其实这是像你家跟你家配哈。嗯，行，来那灰的吧。灰的，我看看啊。嗯，我家那个，我再拿一个灰的。你再拿哪个？你就拿这套吧，孩儿。我配的这套多漂亮啊！哪个？这套和你那套都行。那套那个你配那个，孩儿，你这要摘啥花吧？我现在没定了。哎，要不像你说的是，你都换成黑托盘儿。你要都换成黑托盘儿，那跟你家那真是哈，特协调了哈。你自己想一想，啊，还是灰的吧哈，对，它一体哈，对对，灰的吧啊，嗯，客厅跟卧室啥都是黑色的踢脚线呢，对，啊，门也是黑的，门也是黑的，门黑的好看吗？还行啊，手习惯了，刚开始感觉挺压的，后期手习惯了，比白色浅色有质感，是吧？显得高级。那啥呢？就是那个，那你那个墙的颜色是啥？墙是灰。灰色的。哦，黑灰绿，我家主色也是亮，那墙的样子也是亮色呗哈。不是亮色，就普通的水泥灰。普通水泥灰呀。那个你。那你家房间大吧？面积大吧？快充匀，140。啊，140可以，嗯嗯。行，就来这套吧哈。我配的这套我特喜欢。哎，这套也行，啊？你想种啥呀？
那你还没有植物呢？有植物，单位有。啊，填满它哈。我看看。行，我给你填满它。差不多了吧？几个了？你查了吗？八个，九个。嗯。一微信收款3元。6、7、8、9个。九个哈。嗯。好了。差不多了吧？嗯，行，够差不多了啊。嗯。哎，你得配白的试试呢。对，我觉得白的亮堂，嗯，是不是？我家这，就今天早上我没擦地，我还一个劲儿录像，嗯，漂亮哈，好像还，你黑的呢？你再搁黑的那谁孩子？你家不说你家那个踢脚线是黑的吗？啊，对，你再把黑的拿来，咱再看看黑的。我感觉黑的好看，嗯，黑的好，是不是啊？黑的好看，哎，我感觉这个好像配的比哪个都好看了。那孩子，咱俩眼光一不一样？我这地，你看我家的地脏，如果地擦干净，这老漂亮了。这颜色正，是不是啊？嗯，那来这个吧，来这套吧，这个换了哈，啊，那小的不要了，那套不要了，那再算吧。那来这套重新算啊，一个啊，这土，59道，啊，土的9道再加，对，还得加啊。这得加土，啊，对，再加几个来，我给你剪，又加一个，拿这盘儿，两盘大一点吧，一样的，一样大吗？一样大的，嗯，那一样的，你看，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那小点儿，啊，那是320，我看那个呢，对，啊，那不一样吗？320嘛，你看。这眼睛好了，行，那拿这个，拿这个了哈，一样，哎，二十几斤呢，那个你又拿那坨啥意思？他俩是一样的，换啊，对，那个有点脏了啊，好了，你看这孩子可会配了。